大家好，我是足球经典夫人小馆长。今天带来周五凌晨四点欧联杯，狼队对战西班牙人。双线作战的狼队未能在联赛上半程保持好平衡，欧联杯顺利出现淘汰赛，联赛却丢了不少的分，未能如愿进入争四行列。以目前的情况看，在莱切斯特城异军突起的情况下，也很难再实现赛季中目标。西班牙人正在陷入保级的关键时刻，从战平巴萨开始，截止目前联赛的势头还算不错。球队的战术打法目前看主要以中路的直塞和边路传中为主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一球，想要看武磊进球估计难度不小，或许点球是个不错的方式。西班牙人能够得到点球的机会吗？另外，想要获取本场最终投手推荐，请添加下方微信获取。大家怎么看待这场比赛呢？也可以下方留言。更多赛事